色彩可以被触摸到吗？我们在 Note 10 Pro 的设计上超越视觉，向色彩的触感发起挑战。在材质的塑造上，我们探索指尖的秘密，雕刻、打磨、注塑、叠层。0.03毫米深度，1.1毫米间距，无数次的比对还原格栅的秩序感。以切割蓝宝石的道具，耗时4000分钟精雕细琢，颠覆传统的注塑模式，以130吨的压力转印纹理，最后叠加微纳透镜纹理与镀层增亮。当光栅的触感融合色彩的朦胧，亦如同流动的诗歌，秩序、灵动、严谨、浪漫，完美共存。这就是 Redmi Note 10 Pro 立体光栅工艺。